师傅，这裤腰带断了，我打个结儿，不行吧？啊，我干嘛要上吊挂脖子啊？你们师娘还在日本人的军营里头，不把你师娘救出来，我哪有功夫上吊挂脖子呀？俩混蛋，这呀，这样啊！哎呦，哎，要想救出你的夫人呢，我想，你去找一下史密斯先生，让他帮帮忙，让他去跟西德瓦说一说。 你给洋人挑过病，有恩于他们，让西德瓦放了你的夫人。这个办法也许管用，也许不管用。西德瓦他就是个畜生，他是说翻脸就翻脸。那咱还有第二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日本军营现在占的那块地方啊，当年是宫廷禁军的一个练武场，那儿。 有一条地下的秘密通道。哦，知道了。高将军，西统帅的意思我给你讲得很清楚了。西郎中治好了联军的缠腰龙，他是幽宫之臣，对他夫人要网开一面。西来乐，没有治大日本的缠腰龙，不是打日本的有功之人。 我就是要治塞西施的罪，抓来当军妓。难道日军不是联军吗？你这样说，我要给西统帅汇报一下，让他亲自来一趟。放，明天放。今天放了他吧。史先生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我已经答应明天放人，就明天放。就算是西帅来，我也是明天放。 我不相信西帅这点面子都不给我。那好吧，我要见见喜郎中的夫人。他就关在平房里，那留哨兵，你休想带走。史密斯先生，请稍微快一点。好的，谢谢。 西夫人，西夫人，西郎中托我到日军的军营来，西统帅决定要放你。我刚才跟高将军说了。
他说一定要关你一夜，关我一夜。金王爷说，这个军营里有一个秘密通道，就在平房门外西面的围墙边，那里有一个水缸，水缸的下面就是。水缸底下。高桥客说了，明天才能放回西夫人。啊，是郎中。 这高桥客非得把我师娘关一晚上才放呢。Yes，Yes，不，史先生，在我们大清国有句话：借的老婆过不得夜。只要是让我师娘在日本军营里过上一夜，那我师父他不得活活的，哎，得气死啊！No， 啊，我说呀，咱们就只能按照王爷的第二个办法行事喽。啊，这事儿啊，史郎中最好不知道。啊，来，德不着棍。哦，还金山教你们都过来。哎，天黑之后，我带着家丁，在日本军营新坊乡。日军听到枪声，一定会追赶我们。到时候，你们三个就趁乱潜入军营，打开那间关押妇女的屏风门，明白吗？ 嗨！英娘。 我怎么看你刚才过去那个长得像滚地龙啊？嗯，还真是他。啊，是他，他咋来京城了？嗯，别嘚啵了。山椒，山椒，金山椒。 滚地龙，你烦不烦人啊？滚地龙，我跑到北京来，你追到北京来，你追到北京来，你还缠着我。那我不管，反正你到哪儿，我就到哪儿。你，山椒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？啊？去日本军营，救我姐姐。你姐姐？谁是你姐姐？ 就是喜郎中那夫人。哎，滚地龙，你跟我一块救我姐姐去吧。为什么要救她？哎，师哥，你说这滚地龙，他咋就来京城了呢？他一来京城，那我就倒血霉了。你不会倒霉，师傅才会倒霉呢。那为啥呢？他这一来，要把姨娘带走啊。啊？那是滚地龙把金山娇姨娘带走。 那今儿晚上姨娘再出点啥事儿，那师傅他不就……这日本鬼子真是欺人太甚！嗯，到底去不去？行，救你姐姐去。今晚好好伺候我们将军。是，在西施。 就是赛西施，听说你们古代中国有一个大美人叫西施，你比西施还要漂亮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老实点。嗯，臭娘们儿，我让你，臭娘们儿，来吧。 军营四周有兵。什么兵？
好像是义和拳，我一会儿再收拾你，把他关进大牢。是。小心啊！看着脚底下，看着脚底下，快！哎，借吧，借吧！哎，山椒！哎呀，我的背包！哎呀，快点！哎呦，滚地龙兄弟！哎呦，谢谢了，不用谢。新来了的夫人不能抓，王后联军士兵的柴妖龙是否复发还说不准，需要他来治病。三大姐，哎，我敬你。兄弟啊，你这次到京城来，那就是我们家的贵客了。来，我敬你。小杯喝不过瘾，我拿碗敬你。你前世八代没喝过酒啊？我今天高兴嘛。赛大姐，哎，请。哎，别动！不动，不动，不动，我们都不动。二兄弟，带出来。高将军，您来的正好，我们正在吃饭呢，您是不是进来也跟着我们吃点儿？高将军，联军都开过会了，因为我喜来乐给联军治病有功，就再也不打搅我家夫人了。消息还挺灵通，是说不让抓你夫人，可没说不让抓其他人。你过来，让他过来。李迪，什么的干活？问我呀？你是谁？他是我哥们儿，叫金地龙。哥们儿？哥们儿就是兄弟。兄弟？是啊。义和拳？兄弟怎么是义和拳呢？看看，练过。不是义和拳是什么？中国称兄道弟的多了，兄弟咋会是义和拳呢？八嘎！高将军，高将军，我这位兄弟从黑龙江来看我来了，他根本不知道义和拳是个什么东西嘛。谁可以作证？史密斯，
侍郎中啊，还有卫生署中方副署长孟庆和可以证明啊。高将军，孟庆和啊，过去人一人，那个是不是义和军？他，你稍等。这是谁呀？不认识了。看模样，不认识我了。真是，这个人我认识，他不是义和拳。这个人我见过，他是黑龙江宁古塔药铺的二掌柜。我去东北找席郎中的时候见过他。马哥。高将军。不是义和拳，真的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开路！谢谢了。哎呦！天魁先生，本帅心里非常清楚，你对我们联军是一片忠心。谢谢你。哼，那谈不上，我这片心是谁的还不知道呢。天魁先生，是你出的主意，西来乐果然给联军治好了缠腰龙，这是我亲笔向光绪帝写的一封信，想请你去趟西安。把这封信亲自送到光绪帝手上，我们想请光绪皇帝回京主政。天魁先生，我相信你，相信你能顺利把我们的意图告诉光绪皇帝。行，这我能尽力。啊！你进房间干什么？兰儿。每天晚上都是你和小姐一起睡啊？是二当家的。山娇，你嫁给喜来乐，这不叫守活寡吗？要你管，滚滚滚！我不管。你不管。好啊，那我就跟日本人说，你是义和拳。日本鬼子是不会相信你的话的。滚地龙，你快滚回东北吧。可以，不过你得跟我一块儿回东北。我不会跟你走的。秦山娇，你对我就这么无情吗？你给我出去，听见没有？金山娇，你听好了，你在哪儿，我滚地龙就在哪儿。哼！三大姐，嗯，我想在你们家住下。嗯，在我家？是。我家有那么好吗？你非得住我家？哎呀，三大姐，我跟你说句实话吧。实话好，大姐就爱听实话。说，你说你也是，你长得这么五大三粗的，不干活不浪费了吗？去院里给我拎两桶水。哎呀，夫人呐，人家是客人，在咱家也住不了两天，咋的叫人家干活的？你少管闲事啊，干活干活干活啊！走，跟我上厨房，走走走走，快点快点。进来吧，玉儿。哎，你出去一下。哦，门带上啊。嗯，说吧，什么话？
三大姐，我要把金山娇带走，我要娶她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喜郎中和山娇结婚的事儿是假的，把她放到这儿，这放着也是白放着呀。说话那么难听，什么叫放着也是白放啊？你文雅点行不行啊？文雅？我是个粗人，说话向来都是直来直去。 不要以为你是个粗人，你就可以要多粗有多粗，蛮不讲理。难怪山娇老说你粗鲁，你赶快把我的东西放下，你回头给我打了。男子汉大丈夫，粗鲁犯浑，常有的事儿。你要想带走他的人，你就得先带走他的心。啊，把他的心挖下来？哎呦，说的是吓人呢，谁要你弯他的心了？ 你听不听都懂人话呀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想把山娇带走？当然了。你是不是想娶她，然后天天看着她，跟她一块过日子？当然是了。那你现在这么想，你就听我的。听你的。啊，我教你啊。你教我？你要是听我的呀，没准你就能把山娇带走。 三大姐，滚进龙亲日，拜你为军师。别，你别把你山寨那一套弄我们家来啊！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呀，以后就叫我姐姐就行了。哎，姐姐，那你以后可得好好教教我。那当然，你站好了，我说给你听啊。这个男人娶女人呐。 那就得对他好，哎，这个女人嫁给男人呢，那就是为了穿衣吃饭，是不是？嗯啊，这个男人有几个不准，你得记住了啊。这个一不准，就这个男人在家里边不能当甩手掌柜的，就是什么都不干，让女的干，这是不行的啊。二不准就是不许说话粗鲁，要每天温文尔雅的。 彬彬有礼的，啊，这个三不准呢，就是，不能犯浑，有什么事儿就多动动脑子，啊，这三不准，这个四，就是反正还有很多啊，这个不准，那个不准，那个不准，这个不准的，就这样吧，今天我就教你这三个不准，你都记住了啊？啊，都记住了。背一遍我听听。啊，一不准。 一不准，我说了半天，你连一个都没记住啊！姐姐，我都记在心里边了，嘴上说不出来。行，就当你都记住了啊。那就这样吧，这几天你在我们家多实习实习啊。哎，姐姐，我现在就帮你洗碗。哎，不，我洗，我自己洗。哎，我来吧。 哎，你这怎么还把这我打都对他了，摔砸家的碗啊！哎呀，没有没有，你走吧，没你事啊。周贵，哎，在这盯着点，有事叫我啊。走走走，赶快走，小伙，走，快怎么走吧？怕什么呀？哎，对对对对，表现不错啊，滚地龙。 山娇，你别走！哎呀，是。我。哎。山娇，爹。 哎呀！哎呀！这。
别走！妈呀，这哪是和人睡觉，这是和鬼睡觉的。 在小日本的军营里头，我如入无人之境。哦，这小日本连裤子都没有穿呢！八嘎八嘎八嘎！我说八嘎你大娘，我是你德福大爷啊！哎，德福，当时进日本军营的时候，你怕吗？怕？我什么时候怕过？哎，哼！哎呀，这回想起来还真是有点后怕啊。 咱俩还没个小孩呢，咱找个小人吧。啊！谁呀？师哥，师哥，我干什么？师哥，快开开门吧！再不开门，要出人命了，让我进去吧！自打咱小子来以后，我就没顾过安身日子。奶奶！哎，师哥，你可出来了！师哥。 夜里不睡，你跑这好事怎么传呢？师哥，求求你行吗？让我进屋和你一块睡吧！啊！你嫂子还在炕上呢。我绝对不碰嫂子。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我进屋打地铺睡行吗？你不怕遭雷劈呀？哎呦，你是不知道，那滚地炉鼾声如雷，他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，我怕他半夜起来把我给掐死了，那我可怎么办呢？那还了得！不会吧？怎么不会？ 他在黑瞎子邻居想杀我，要不是师傅和姨娘诚心救了我，他早就把我给杀了。你是爷们了？我当然是爷们了。滚地龙绑你的票，让你无家可归啊！现在又逼得你无床可睡，这么大的仇你不报？我当然想报了我，可是我打不过他，我怎么报啊我？ 你不是个爷们？不是，我没法子呀。过来。嗯嗯，少爷，小的事儿，让我杀了他，报仇吗？可是，我拒绝。可是我用什么法子杀了他呢？我咋杀他的？ 用这个啊，瞄准他那个没有剃光的秃脑袋，嗯，保准他死球了。拿着，这，谢谢师哥，祝你成功。师哥，我一人不敢去，你陪我一块去吧。你嫂子还在等着我。 我不该偷袭你，龙哥，不是滚哥，龙哥。
兄弟，你我都是文雅之人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以后你就别舞枪弄棒了。我不，我不。哎，睡觉吧。不睡不睡。请。不请不请。来呀！冠地龙不是人呐！哦。我听德贵那边吵吵嚷嚷的，没啥事儿吧？天塌下来跟俺们没关系。来，找小人。哎，咦，啥呢？西郎中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忙着。忙着呀。兰儿。这个活还让我来干吧！来来来，一边歇着去啊！怎么回事啊？二当家的他，他……山椒，早上好。你这是咋了？我学会了三不准。三不准？对。什么三不准啊？三不准就是，一不准。一不准。咋了？什么三不准啊？我看是八不准。不。一不准单独跟女人说话。二不准对我笑眯，不不不不，三不准握的小手，不是，不是啊，那就神经病。不是，这一不准他不是神经病，一不准，一不准。昨儿夜里那一棍打下去没有？我哪儿打中他了？我这棍子刚刚举起来，他眼睛就瞪开了，一把把棍子抄过来，啪就劈了。我打中他了，我哪儿打中他了？没打着他，没打中。那他咋傻了呢？滚地龙，你有长进啊，又劈柴又担水的，过来给我拔点蒜。哎，好嘞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你手有点准儿，行不行啊？桶都给摔漏了。夫人，咋了这是？没事啊，没事儿，可不这商量做饭呢呗。哎，快点捡起来，漏没漏啊桶？没有。快快快，再提一桶去。
你叫唤什么呀？你看这兰儿还没过门呢，我怕你给他扎傻喽。德贵，那就先扎你。啊！不！姨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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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刚才不是那个意思，姨娘，姨娘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别扎，别扎！我还没扎呢，你叫唤什么呀？不，我不是叫，我是难过。你这一举起针，我就想起我的亲娘，我那混账爹都不要我了，亲娘死的又早。你举针的时候特别像我亲娘喂我饭，我的命好苦啊，我就哭了。德贵，你真可怜。姨娘不扎了。姨娘，姨娘，不过现在师娘就是我的亲娘，师傅就是我的亲爹，我姨娘就是我的亲姨娘。姨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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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饶了我！哎呀，饶了我！姨娘，饶了我，饶了我！小娇，干啥呢？有你什么事儿？人家嚷嚷，出去！扎针呢！姨娘，来来来来来！哎哎，你两个都出去啊！你干什么？你这桂丽龙，你干嘛呢？你不要扎针吗？就在我身上学吧，想往哪儿扎就往哪儿扎。别！来吧，山椒。滚地龙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我可真扎了。山椒，您就使劲扎吧，窟窿眼越多越好。我扎了啊！扎，使劲扎。夫人呐，你真打算让滚地龙住在我们家呀？那他要住一下，我还能把他赶走啊？不管你乐不乐意，滚地龙还救过我呢。谁说让他走了？我就觉得这两天他像变了个人似的。你也觉得他变了吧？手捻个佛珠，像个吃斋念佛的人，逢人就打工作揖，还抢着帮你干活，把咱家的碗都砸光了，快！哎呦，还让金山娇在他身上练扎针，扎得跟个刺猬似的。你不觉得挺好的吗？我看着别扭。我看着不别扭，我看着挺顺眼。山娇要是真嫁给他，说不定还享福了呢。等会儿，兄弟，你回来了？你在啊？我刚给你烧好洗脚水啊，热热乎乎的，咱们洗洗脚啊。来，等会儿，兄弟，昨天是我不对，今天我滚地龙给你赔礼道歉了，行吧？不许讲，不许讲，让你洗你就洗，就洗，我给你脱鞋。不脱，不脱，不需要脱，别动，不脱，不脱，真不行。
脚脱，龙哥，我不想脱的啊，是吧？不想脱，你看，你看，水是热的啊，哎，是吧？怎么样，舒服吧？烫死我了，烫死我了！老板，别叫了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不和你弄一睡了，你就是让我被八百遍烫头哥，我也不和他一起睡了。你小子，你。烫死我了！关帝龙，你干什么呀？又欺负人是吗？我没有欺负人，我是想帮德贵洗脚。洗脚？鬼才信你的话！我跟你说，赶紧走，今天走走。哎，我是说真的。我不信。德贵，怎么着你了？他一上来就脱我鞋。你看见了吗？脱鞋就是要帮他洗脚的嘛。他不会自己洗啊，还用你洗？我是要给他道个歉。有你这么道歉的吗？你，德贵，你要是不愿意跟他睡，你今天晚上跟你师傅睡去，快把鞋穿上。好，走，走吧。我哎，停！不是我说，你这么暴的脾气，你在这儿你能待得住吗？你？我忍不住啊！忍不住，你忍不住也得忍。我再叫你一声，过来。你说干嘛呢？嗯，我看他什么时候把手指头缝在花上。心甘情愿受。